台南呢间海鲜粥店隐藏喺小巷入边，一个星期只系开三日，但系每次开门都一定排晒长龙。铺头入边无时无刻都坐满客人，一定系好有实力先至可以吸引大家等几耐都肯。呢度嘅海鲜粥咧出晒名，好足料噶，全部海鲜咧都铺晒喺个面度，我揾都揾唔到啲粥底添啊！有咁多海鲜，骤眼望落去，真系净系见到海鲜，见唔到啲粥喎。要捞底先至揾到啲粥，好鲜甜啊！所有海鲜嘅精华咧都吸晒喺个汤入边啊！海鲜粥有原味、味噌同埋麻辣三款口味。另外粥底又可以改做拉面，仲有呢度好出名嘅七星鲈鱼虾爬，我真系冇试过食虾爬啦。个皮咧好似咧盐酥鸡咁样啊，然后啲鱼肉咧就好香同好鲜甜。如果不想等位的，可以坐在外面的公众座位，坐在街头又是另一番滋味。